金燕小姐是这回珠宝秀的主要赞助者之一。为了把这个秀办好，她提供了许多的珍藏的珠宝出来，尤其是鼎鼎大名的东方彩虹。36颗顶级钻石缀成的珠宝，拿出你们的本事，走一遍就知道了。金燕小姐会选出她认为最有东方彩虹气质的模特来。 为什么不进去看表演？谢谢。看了也没用啊，那种女妖走路的方法是我们平常人学不会的，还不如不看呢。可是我觉得你很不平常。啊，你是说我粗手粗脚的，很像个男孩子是不是？不是。我觉得你很自在，很自然，好像外面的花花世界的诱惑都对你起不了作用。反正，在你身上。 有一种说不出的气质，别人我不知道，我很欣赏就对了。这是第一次有男孩子夸奖我。哎，你好像很喜欢玩棒球啊。
是啊，我喜欢打棒球，我是一个很好的投手。任务忙的时候不能打，就只能这样耍一耍，干过瘾。好像你这次保护珠宝的任务挺麻烦的。没错，人麻烦，珠宝更麻烦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又说不出来。那我有能帮得上忙的吗？帮得上，正想开口。 这一次我要请当地的保安人员支援我，可是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高手，尤其是个女的。你是希望我加入你们的保安工作？替我守着今夜，守着珠宝，以 case 来计算，我可以给你。千万不要跟我提钱，尤其不能跟我妈妈提，因为她比较的不爱钱。好啦。 反正你要有什么帮得上忙的，跟我说就好了。谢谢。只不过，我不太喜欢那个金叶。谁喜欢他？你知道吗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才是保护珠宝真正的麻烦。这是哪里去？看看这个。这纸条怎么来的？ 在我的皮包里啊，我也刚刚才发现，小偷就在我旁边，而且手随时都能塞到我的皮包里。你们赶紧想想办法。我知道。 现在我们来学一个新发型，爱情海之恋。英雄，我不想学了。我只是慕王师傅的名，才来拜师学艺的，而不是学习怎么样做一个骗子。有谁说你是骗子？现学现卖冒充大师，不就是骗子吗？ 我不要这个虚名，你为什么不从最基本的教我呢？我连划剪、点检、选检、一字检都不会，更不要说你最擅长的非检了。师傅，我只是想理直气壮、正当的学艺。再辛苦我都不怕。白天师公送我们去别墅的时候，他躲在车子里，根本怕都不敢见人。你们在算计什么？利用我作为大师。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？好，我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。王亮，这样太冒险了。他们已经在怀疑了，讲清楚、说明白，是唯一的方法。没错，我们是想偷。 金燕的珠宝，不过这要从一个很美、很美、很有名的珠宝——东方彩虹开始讲起。我爸爸原本在上海开了一间很大的珠宝店，受朋友的委托，要把东方彩虹脱手。消息出去以后，来了一个很漂亮的贵妇，有意购买。 甚至还付了10万块美金的定金。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们用很多的借口把爸爸骗上了牌桌。才一个晚上的时间，就让爸爸输了300万美金。爸爸没那么多钱，他们就拿出买卖合约，要他签字，拿东方彩虹来抵。一个老人在威胁恐吓之下。 终于还是签了字。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。贵夫人金燕出面调阅，她的同伙设局诈赌。我跟我老公找他们评理，也只是自取其辱。想要告他们又没有证据。
于是东方彩虹被拿走，珠宝店被拍卖，我爸爸受不了打击，两次自杀未遂，现在人已经有点疯疯癫癫，我实在是不甘心，于是我辞了发廊的工作去跟踪他们。我跑遍了香港、日本、新加坡，才发现他们根本就是几个骗子，受骗上当、家破人亡的不知道有多少。这次终于掌握到他们在上海要参加珠宝秀的情况，于是就想，就想把珠宝偷回来，是不是？那你们夫妇俩跟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你们把掌握到的证据交给执法机关去处理就好了，干嘛要犯法，对不对？你就放过我们兄妹俩吧。林子来。爱琴海之恋这个名字美不美？你希望我说美还是不美？美。那当然美啊。闭上眼睛去想象，去感受大海的蔚蓝、唯美、浪漫，这个发型的气质就会呼之欲出了。你干什么？我们兄妹俩不要再学什么恋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们谈判不成情义在吗？你拿什么刀啊？你很不错，做事情很讲究情理法。你要不要参考一下我的感觉呢？听了这么悲惨的故事，却不知不觉，这是无情。妖魔横行，邪恶当道，却装聋作哑，这是无义。师父有难，袖手旁观，甚至临阵逃脱，这是无法无天。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签下去，你千万不要签下去啊！英雄，你太让师父失望了。那我再烧三炷香，禀告上天，我跟他讲是我拜错了师父，不算可不可以啊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难道你想背叛师父，遭受万箭穿心之苦？英姿，我帮你修下发根，这样看起来会更好看的。不修了，不修了，不修了。那我答应你好了，但是我说清楚了，我们是不偷东西的，我们有宁死不屈的勇气啊！对，宁死不屈。好，我们师徒取得了很好的默契，你们兄妹负责卧底收集情报，下手是我们的事儿。是谁要学爱琴海之恋呢？哎，你们俩叫你们没听见啊？你刚刚有在叫我们吗？没有啊，我刚才只听见那个。你是那个？你才是那个呢！我不是那个，我是这个。我肯定不是那个，那就是那个那个那个。我什么都不是。哎，刚才我有听到一个声音，又尖又难听的，那不会是你吧？哎呀，我们这么漂亮的女主人，怎么可能是那种声音呢？不是的，肯定不是。是啊。里面的地板上有一大堆的头发，为什么不去收拾？哦，今天你一大早就出去，这么晚才回来，我还没来得及。不过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
我把饭吃完马上就去给你扫啊。不行，你吃得下我可待不住，马上就去弄。妈，你留下吃，扫厕所很快。我指的是客厅。哎，哦，客厅。我听不了这声音，那我怎么扫啊？用手捡呢。用手怎么捡啊？你以为当阿姨这么好当啊？一根一根的捡。果汁啊，喝了去火养颜又减肥，美丽的女主人请用。可爱的女儿啊，这个叫做吸尘器，不懂的话你就问我啊，不要这样子一根一根这样子的剪，让人家看了笑话，丢脸了，很土。苍蝇，你在果汁里面放苍蝇，想这种恶法子害我拉肚子减肥，很冤枉。那一定是西瓜籽。我只有一次在日本的时候，我为了要吃霸王面，在面汤里面放了一只苍蝇，结果被罚洗了500个碗。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了。难道你要用相同的招数整我啊？这不是现世报吗？骗人，你从一开始就在耍我，对不对？还说会榨什么减肥的果汁。你瞧瞧你的身材，你怎么没有榨给你自己喝呢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总不能一天喝三杯吧？你们母女俩搞什么鬼，我一看就知道，以后少在我面前耍花样。这果汁我不喝了。还杵在这儿干嘛？你去哪？再找一杯呀。沙发底下有头发，我要把它清干净。屁股底下还有头发，我帮你收干净。我屁股底下没头发，我屁股底下没头发，很干净。你说的很干净哦。我再帮你榨一杯果汁，没有苍蝇的。觉得你最近怎么话越来越少了，就剩下我像只麻雀叽叽喳喳的。哎，人长大了看得多想的也多了嘛。你是不是看人家金燕小姐这么有钱，珠宝这么多，你羡慕还嫉妒啊？哪个女人看到珠宝能不喜欢呀？不过我是练武的，也没机会戴啊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很快会很有钱。我买很多的金子绑在你的腿上，让你重得连走路都走不了；再买很多的钻石项链挂在你的脖子，让你重得连头都抬不起来。嗯，你就那么有把握能赚到那么多钱啊？你老公赚给我啊。这世界上有三种人：男人、女人、丈母娘。哎，以后你老公可别想把我甩掉。你
你这么凶悍，小心把我老公吓跑。男人是需要教育的，哎，你随时要给他这种观念呢。婚姻好比一帖良药，那丈母娘呢，就是他必然会产生的副作用，所以他必须用很感恩的心态来接受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我懂，我会的，妈妈。我总觉得你怪怪的。哪有？有。没有。是不是那个傻傻的英雄在追你啊？不是。那是不是那个李小明你在暗恋他，你看到他就心花怒放，小鹿乱撞？你身边不要叫那么大声，我去洗脸了。哎，我先洗。我是妈妈，当然我洗。这样睡不舒服，要怎么样睡才不会把头发压扁呢？啊，把头发放在外边。我看这样也不行，你最好把你这个脑袋割下，晾在竹竿上。你这个鸡窝头啊，好几年都不会变了。怎么样了嘛？人家好不容易有个漂亮的发型，舍不得摧毁它不可以啊？什么？哎，这是那个鼠辈的犯罪工具，你把它当宝贝啊？你把师傅称作鼠辈，你等着天打雷劈吧！你有没有搞清楚？他让我们跟着去犯罪？哎，人家为父报仇情有可原呢。或者是你爸爸被人整那么惨，你不只会做鼠辈，大盗都可能。他所说这个悲惨剧情全部都是编出来的。我看他一定在讲真话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天生讲谎话的高手，谁心里面有鬼我全感应得出来。你是不是曾经跟我唱反调？我是不平则鸣。你知不知道你的鸡窝头最适合去哪里？不知道。你就待在这里，眼睛好好看着外面。谁能保证那对鼠辈夫妻晚上不会跑上杀人灭口啊？你就在这边站着睡，好好保护你的鸡窝头。我就去躺着睡，好好做个美梦。想要去别墅偷珠宝？有两个人可以挡得住他，女侠和她那个拖油瓶，那对母女可是这一对江洋大盗的克星，虎豹对豺狼，太好了！专心算你们头发，不许提珠宝二字。Yes, sir， 不提珠宝。他没吃错药吧？啊？你不是想要告密吧？你居然会害死师傅他们的。我找女侠来对付潇潇，这不叫告密。这叫发动正义之师。可你刚刚才承诺了施工不提珠宝的。对啊，我不提珠宝，但一样有号召力。看你哥哥有多能。啊！亲爱的佣兵小姐，我好想你呀！你今天妆化的好美好美，我爱死你了！放开！美丽动人的油瓶小姐，我想请问那个高贵优雅又富有正义感的女侠小姐在吗？你是说我女儿吗？当然喽，你可以带我去找她吗？请问贵人，你有什么贵事啊？我说出来怕你吓一跳。你要提醒她，让她小心一点啊。小心什么？
亲手掐死女侠。啊！混蛋！是女侠混蛋！不，我没有骂女侠混蛋。他骂你混蛋。不，我更没有骂你混蛋。他骂你们两个都混蛋。不，滚！他叫你滚蛋。你？我没有叫你滚蛋，我叫他滚蛋。啊！听到了吧？他叫混蛋女侠，快点滚蛋，要不然就掐死他。我怎么可能掐死他呢？吓死了没有？我好怕，我吓死了啊！我这就去转告他。平常我告诉你我多有魅力，你就不相信。那个混蛋英雄一看到我就好猴急，死命的抱住我，说他爱死我了，还对我性骚扰，骂你说你是混蛋女侠，叫你赶快滚蛋，问你怕了没有，吓死了没有。他说你再不赶快走的话，他就怎么样，掐死你。别没这么严重吧，别这样。专心又专业的男人对我最有吸引力。好了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程序了，就是在你的头发上喷上美丽的颜色。你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，爱情海之恋会是一种什么样美丽的颜色？蓝色，又透又美丽的蓝色。我迫不及待想看到这个颜色。英姿接手，准备蓝色喷洒。上面的空气好吗？我已经把你的话传达了，女侠也很感动的回了话。她说从现在开始，不准你超过10步以内，否则她就……了解，超过的部分全都会不见。聪明。喷彩。叫什么来着？白发魔女。不敢相信是不是？我没想到你的爱情是这么的纯白无瑕，只有这样的白色的头发才能衬托你的与众不同。我想这全世界也只能你独自拥有这样的白色的爱情海了。把它给我变回来吧。你不喜欢。他把你骗回来。有种，把手伸出来。吕霞，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讲，晚上可以请你吃饭吗？没空。没有正好，他不是很有诚意的，
再说餐厅也没有桌子，可以隔十步那么远的距离吃饭吧。李师傅，你们的资料还没交给我吧？我忘了。他呀，就不用查了。这个人嘴大胆小，骗四方，除了敢用嘴巴欺负人以外，什么都不敢。记得不给我。哦。绿虾，我有点事情想找你聊，晚上可不可以一起用个餐？当然有。对不起，我邀的是绿虾。也行，当然有空啦。那晚上七点美行餐厅见。OK。殷大师，你给我做的头发，我满意极了，真漂亮。还有，我能不能邀请你今天晚上共进烛光晚餐？就你和我，好好培养一下彼此之间的默契嘛。我很乐意。太好了，那就是晚上七点钟在伯爵庭院餐厅见啊。OK。哎，那个叫什么的？就你。我现在要出去 shopping 啊，你要跟上来，帮我拎东西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去换衣服啊。小姐，你随便就丢在那里，别人捞走了怎么办呀？你看这款，多漂亮！哦，对，我忘记了，你一个月薪水是多少钱来着？不多。也不少。那你要挣多久才买得起这个东西啊？现在我的双手没空，让我用脚来给你算一算。哦，应该就在不久的将来吧。不久的将来。小姐，把这些都帮我包起来好。再去那家店看看吧。我们要不要先把这些东西存了再去买啊？丢了谁赔啊？你才拎这么点东西你就要喊累，你连做阿姨佣人的资格都没有。我不是累，你看看我，就算是一棵圣诞树也挂不了这么多东西啊。少啰嗦了，大小姐，你就乖乖地跟在我后面啊。太好了，你不想干了对吗？我把你和你妈的薪水全部算给你。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至少我们母女俩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吧。你不要再装了，你骗不了别人，你可骗不了我。你到我家来做事是有预谋的对吗？想偷珠宝，小偷财神爷是你化的妆，珠宝秀会场的那张纸条是你塞到我的包里的。你一出现，那么多的怪事发生。吕霞，你看错人了，我不是只肥羊，我是专门咬人的大野狼。你要是聪明呢，你拿着这个钱走人，要不然我整死你。你这么一说，
我反而舍不得走。我舍不得丢掉你这么有趣的女人。哇哦！让你等很久了吧？我今天买了好多礼物，我还给你送了个礼物呢。我？你等等。我给你买了一条领带，拴住你这个大师啊，只为我一个人做头发。这个。还有，等一下啊。我给你买了一顶帽子，来，让我帮你戴上。哎呦，这顶帽子配在你这个帅哥脸上，迷死我！不好意思，我怎么可以接受你的礼物呢？别的男人求都求不来呢，就当你今天把我打扮得那么漂亮，谢谢你呗。好吧，那我们先进去吧，他这样很辛苦啊。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你们进去吃吧。我一会儿还有约会呢。你还挺忙的嘛，女主人没吃完饭你不许走。那这20块钱你随便填个肚子，然后就在这里等着我吧。走吧，咱们去吃饭。走啊。我在这又饿又渴没得约会，你在这有说有笑大吃大喝。谢谢。好，看我的弹指神功。你的罗宋汤好像比我洋葱汤好。我的汤也很好喝。36计，走。小姐，您掉礼物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挑了礼物再买。双响炮狂想曲。
下短句狂想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仅供消遣，请勿模仿。老公，如果你也有点想，我是不会反对的。哎呀，老婆，你真的是太了解我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？来吧。等一个晚上一点成果都没有的话，那实在是太不好意思，只好重来一次。他回来了。老婆，我好久没有做那个事情了哦。虽然我知道这么大一把年纪不应该有那样的冲动，可是适度的发泄也是需要的嘛，要不然我会疯狂的。好吧，我也知道你憋了很久，从你的健康角度出发，坐吧。谢谢老婆。死老太婆，你跟我说你还在我们家住多久？你要是继续敢在我们家兴风作浪的话，我就把你扔出去。你不用我的，我今天骂你是得到你女儿批准的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现在骂完了舒服了，该睡觉了。外孙子，你爹娘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为了30块钱争执的挺厉害的。有没有动起手来呀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，光是动口没有动手。那还好。太不像话了，太刺激了，这算什么嘛？每当我们在电视机前面坐下来，就看到这种暴力血腥的镜头，太过瘾了。不成，我一定要制止这种情形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。不要制止，好看呢。看你们打架，我们要看电视。啊，死婆子啊，你敢这么晚回来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找死啊！给我跪下，我要狠狠地修理你。哼，老公，下次不敢了。死婆娘，你好大胆的这么晚回来，你找死啊！现在老公来修理你，给我跪下。现在的电视剧太不写实了，儿子换台。看几眼，感觉强烈。
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？